等等，到时候换上那双绣花鞋，跑不快。要听话，走。大奶奶，这是大奶奶，叫啊，快叫啊，叫啊！这一点家教都没有。这是大少爷，是你丈夫。妈。滚回去！别跟着我！老总，我们家姑爷今儿个迎亲，一点意思，行个方便。不成敬意。新郎官好福气啊，新娘子很漂亮，让他们过去啊。谢谢老总。起轿。哎，你听，谁家娶媳妇儿吧？走，看看去。好，嗯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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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房间门口，不许放烟花。不听是吧？我们怎么办呀？他妈，怕什么？老子还在！兄弟们，跟我去凌阳河，加油！我们走。张老师，张老师跑了。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带上马，跟我走。好。准备站住，咱们打吧，沉住气。班长，撤！打！去！张老师让我们打死了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擦破点皮。赶紧打扫战场，撤退！把张老旭的枪捞上来。一真，我驮你走。
将。大家都过来看看，这几个是我们通缉的要犯，谁要是提供线索，有赏。干啥呀你？听说顾家要给你圆房，我呀给你带朵花，打扮打扮你。看娃子，你别拿蛋娃子寻开心了。他刚挨过打。我说蛋娃子，你这是太倔了。我娘说了，女娃子就得认命，挨打受气你得忍。我忍不了。蛋娃子，你不知道该做饭了你。顾少爷，顾少爷，你饶了蛋娃子吧，顾少爷。你不知道家里等柴烧啊？你不知道我妈还饿着呢，你。蛋娃子，快跑啊！大姐，没你们。快跑啊！蛋娃子，快跑啊！哎呀，你这些年，顾少爷，你别跑了。哎呀，你这些年，你起来。啊！快跑啊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跑。回家。你敢打我你？你这是找死！在谷家，迟早得让你们给打死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跑，就永远别想进我谷家的家门。李真，你现在可家喻户晓了。这张是咱自己写的。红军本姓天，居在高山间，白天冒一个，智勇又双全。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？是你和王书记领导的好。你比我们俩都强。不许瞎说！我可没瞎说。你看，人家国民党都标了价了，你是我的两倍多，你的命比我值钱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没别的意思，主要是提醒你注意安全。嗯，你也是。怎么了，李真同志？你是掌管士兵的委员长，有件事要向您汇报。啊，进来说。我们班的杨梅生他……杨梅生怎么了？上回打永和团防局，杨梅生只顾着背伤员，枪丢了。咱们不是每天都点枪吗？这个，就拿这杆破裂枪充数。我一直替他瞒着。你……我反复陪他找过好几次了，可是都没有找着。我错了。请组织上处分我吧。先不要声张，等我调查清楚了再处理。我已经报告李队长了，李队长他很生气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们明天开个会。是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咱平流游击队是有规矩的，谁坏了规矩，我李师兄就得罚谁。杨梅生，丢枪坏了规矩，今天我就当着大伙的面罚你。安静，丢枪当死。老哥，自打三年前兄弟跟你上山，你带我就像亲兄弟一样，我犯了错，要杀要剐随你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是游击队，我们有纪律。我杨梅生犯了错误，把枪弄丢了，死罪。我希望大家记住我的死，以后要像保护好自己的命一样，保护好自己的枪，多多杀敌。好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。
你放心，你的家里人我们会照顾。今天大哥亲自送你上路。队长，走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丢枪当死，是咱们当初确立游击队纪律的时候，所有人举手通过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他是我兄弟，我们已经开过会了。杨梅生是游击队的老队员，是骨干力量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仅仅为了严肃纪律而杀掉他，会影响大家的情绪。不杀他，影响更大。当年你跟张启龙来的时候，不是天天跟我说吗？是纪律不能改，纪律是不能改。可咱们这支队伍发展到今天不容易，咱们需要聚拢人心。我了解杨梅生这个人，有些粗心，但打仗还是很勇敢的。勇敢？你回头看看你身边这些兄弟，哪个打仗不勇敢啊？这不是我不杀他的理由。都勇敢，我也知道，你跟每一位同志都情同手足。我敢肯定，你在下决心杀他的时候，你的心里一定也非常难过。可你为咱们的游击队想过吗？到现在，咱们还是几个人一条枪。咱们为抢枪死过人，咱们可不能为丢枪再死人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想让他戴罪立功。这样吧，只要他能从敌人手中夺回一条枪来，咱们就可以免除他的罪过。这对大家既是激励，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。不行，你想啊，他把枪抢回来行，他要是没抢回来呢，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啊？我再问你，他要是跑了呢？他跑了，这颗子弹我替他挨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李振同志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。是不给咱们的队伍丢脸。对。哟，团总，今天手气太好了。是，我是不是又给你割了一张好牌？团总，你今儿可为了兰姐两张牌了。哟，下次呀，我要做你下家。嗯，团总，你今天手气可真好。看我是不是又给你递来了一张好牌？哈哈哈哈哈！哼！哦，什么声音？卫兵，看看去。别动！都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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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怕。今天来就是想请团总帮个忙。帮什么忙啊？啊，开一张路条。给他开吧，给他开。别，我去拿我这边去准备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们奉命例行检查。这是你们团总的手令。进去吧。哎，站住！你！别动！别动！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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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老实点。我们是流动游击队的，带走。是，是，跟着。都快点！快，快，快！快点！快！这么多枪！快！走走。李伟，七九步枪两支。少强，九七步枪一支。张伟。九七步枪一支，杨面生，太阳灶三支，手榴弹两枚，马刀一把。队长，杨面生，李震同志，杨面生。上吧，上！你看把他们给乐的。平流游击队在平江连云山地区永和官渡沿溪一带号称杀富济贫，打家劫舍，扰乱治安。当地的团防局民团非但奈何不了他们，反而被他们屡屡击败，简直是落花流水，一败涂地，屁滚尿流。为剿灭平流游击队，消除匪患，何司令长官命令我部前往，各部当以国家民众利益为先，英勇杀敌，不负长官之厚望。是。麻子不在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哎呦，你们进来搜吧。娘，我就是蛋娃子。啊！哎呦，娘，你走吧，你快走。娘，蛋娃子。你让娘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？你从谷家跑了，谷家三天五天跑来找我要人，你又找了个什么游击队去了？那团防的天天来找我要人，娘这日子怎么过？我跟他们说了，我们家蛋娃子死了，我们没这个人了，他就是个丧门星。娘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在谷家。他们根本就不拿我当人看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，我这浑身上下全都是伤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让他们给打死。娘，好歹我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要是再往门外赶我，我就只能往火坑里跳了。眼下我们游击队遇到了难处，祖宗哎，那就不干了呗。我们没有退路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找到出路的。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，是替咱穷人说话的，能让咱穷人和童养媳们抬起头来做人。娘，世道该变变了。大家瞧瞧我这风车啊，刚刚做好的风车，便宜了，都来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，看看，十个铜板，十个啊。哎，您要嫌贵啊，看看别的吧，看看别的。
哎，来看看筐啊！哎，还有竹席。风车转起来，东西南北好运来，把我的风车买了去，包您四季。李真同志，你不是在浏阳河长大的吗？怎么还晕船呢？人家坏孩子呢，刚起龙的。哦哦，哎，你看看，都怪我，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坐船嘛。过桥到平江，然后报警了人力车。陆路不能走，联防队的人查得更严，现在国民党的特务满地都是。昨天我们的两名交通员就在集市内遭到了杀害，还抓捕了方明同志。老百姓也跟着遭殃。联防队和团防局的人说了，宁可错杀一千，绝不放掉一个。我们的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可谓是轰轰烈烈，最终还是遭到了失败。现在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。八七会议之后，我们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，革命才有了正确的方向。这次要是能和贺龙同志的部队接上头，我们就要把队伍拧成一股力量，那以后我们就有底气了。嗯，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联防队和团防局我们就可以一锅端了。对，枪杆子对我们很重要。贺龙的队伍离咱们那么远，能接上头当然是大好事。不像个船家。别声张。船家，还有多久到平江？快了，快了，顺水走，很快就到。嗯，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你怎么开枪了？我们已经暴露了，赶快转移！快跳船！吃饭。
没有救了。这是我们的人，准备配合行动。出去之后，我们在哪儿汇合？现在的情况很严峻，团防局这边要血洗我们平流游击队，军阀何健已指挥周汉的部队从长沙扑向浏阳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就会被敌人一点点蚕食光了。干脆这样，我把队伍拉出去跟他们拼了。不，再忍一忍。忍？还要忍多久啊？贺龙同志的部队已经和我们取得了联系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了。哎，冯建坤同志，跟贺龙同志的联系要抓紧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有个家伙在偷听咱们开会。看看，你那几个妹子叫我给你带来的，好久没见了，真想他们。都吵吵着非要跟我来，带他们来呀。都嚷嚷着要跟你一块闹革命呢。他们问我，说那个李珍是你闺女吧？我说，哦呦，祖宗哎，我家可不能有这么大的人物，那使着双枪呢，谁见谁不吓死了。哎，他们问我说，这个蛋娃子就没回过一次家，我骗他们，我说我家蛋娃子嫁到谷家去了，你嫁给谁不就是谁家的吗？你们要找蛋娃子到谷家找去。他们谁也不知道，连你娘现在都是咱游击队的交通员了。你看这回的情报我就藏在这头发里了，没事儿，我是谁的娘啊。这张启龙给你起的名字真不错。娘，你看这梳子多少年了，你还没扔啊？见不着娘，看见她就当娘在身边。娘，我可不想让你把我泼出去，等革命成功了，我就守着娘，好好伺候娘。可怜他吧。你六岁就到谷家去做童养媳，那会儿娘没法子，咱家穷啊。娘，咱革命就是为了让女娃不当童养媳，跟男人一样有平等的权利。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不再受穷。好，我知道我娃干的是善事。娘不放心呢，
你说你带着个身子在外边跑来跑去的，你这回要走多久啊？你从哪儿听说我们要走？不是你们要找贺胡子的队伍去吗？等形势好转了，我们还会回来。嗯，娘等着你哦。你看，真好看。哇，这是姥姥给做的。娘，给，哎，你看，我做的，都快赶上娘了。娘，哇！来，喝点粥。我跟组织上申请了，护送转移你到江西，我们红军的革命根据地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先把孩子生了。什么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大敌当前，会师在即，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时候。我一个士兵委员长，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养胎生孩子去了，你让大家怎么想？我可不能搞特殊。你拖着个身子怎么参加战斗？搞不好大家还得为你分心。不会的，我谁都不会拖累。再要强的人也得吃饭，快把粥喝了。我在想啊，这次的会师计划来得有些突然。贺龙同志的队伍离我们那么远，对我们了解的也不多，怎么会那么迫切的要和我们会师呢？这么说，你是在怀疑我们的？这封信是贺龙亲笔写的吗？怎么？这种信纸我见过，像是我们本地的。这时候受伤了，你别急，好好养伤，咱们尽快想办法啊！李振同志，给。忍一下。老张同志，我去找郎中，把你腿上子弹给取出来，你先忍一忍啊。好。哎，冯建坤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巧啊？我们上当了，那封信是假的。我急着找你们，就是想商量对策的。我们中间出了奸细。谁？
不知道。李真同志，我们得提高警惕啊。老冯，尽快和贺龙同志取得联系，把我们的队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哎，浏阳河水急，奔流到湘江。接上头了，人呢？在哪儿？我们队长说了，现在局势紧张，让我们接头以后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汇合。不对呀，不是说你们队伍都来吗？我们迎接你的人可都来了。包围他们！是，走，走。好像不对。在哪儿啊？山上。准备战斗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怕是有诈。先别开枪，容易暴露目标，目击情况再说。别开枪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！是我把游击队引进来的，是我把他们引进来的。队长，李真同志，冯建坤叛变了！冯建坤这个叛徒，我们进套了！撤！快撤！撤！果然全都来了啊！团座，凭游击队的主力，全都来了，是我让他们把主力带过来的。干得好！李真、张启龙都在游击队里。哦，张启龙在家养伤，这次游击队是由李真和李师雄指挥。有李真在就好，上次让他跑掉了，没想到这次他把全部队伍都带来了。啊，团座。李真这个人可是相当厉害，不可轻敌。你以为这正面只有我们一支队伍吗？啊！你看看这周围的山上，每座山头都有我们的队伍在埋伏，祖师崖都围成铁桶阵了。团座英明。他们都带什么武器啊？34个人，18条枪。啊？两个人一条枪，
胆小鬼！冲！上！上！上！ 派人把你救出去！我哪有不救？你这个样子，万一出了问题，我怎么向老王和启龙交代？大敌当前，临阵退却，你让我跟组织、跟党怎么交代？好，你自己注意安全，准备。大，保护好李振啊！是。大家撤！撤！快，都给我听着！平陵游击队的主力全在这儿，何司令长官发话了，剿灭他们，连阵用上，临阵退却者，就地正法，都给我冲！ 冲！走！快！赵强，给我两颗手榴弹。你老挡着我干什么？为了让我护着你们，快撤！快走！这的地形我熟，让大家先隐蔽起来。不行，隐蔽起来等于找死吗？咱们就十几条枪，现在就突围，会全军覆没的。利用地形跟敌人耗，然后再寻找机会突围。后山能不能下去？能，可我担心敌人已经布置好了兵力。那怎么办？跟敌人捉迷藏，谁坚持到最后，谁就是胜利者。张伟。你腿脚快，去探敌径。是。行，就这么办吧。走，跟我来。儿子们，走，撤，撤。队长，哎，林同志，哎，队长。弄清楚了，有周汉的一个团，还有联防队和团防局的人。冯建坤秘密投敌，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内奸，冒充贺龙的队伍跟我们接头。这是个圈套，目的就是在祖师崖剿灭我们。敌人快攻上来了，我们武器弹药少，一位手下却不行。这样，派一个小分队杀出重围。谁带队？赵强同志，你来带队，想办法突围。队长，李振，你来带队，我们挡住敌人。你现在这个身体，我没事。你现在是一个人两条命，你跟着我们会影响我们的速度的。我不会影响大家的。告诉你们，我是士兵委员会的委员长，我必须跟大伙儿在一起。好，你们几个跟着赵强，带队突围。是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隐蔽，快隐蔽！张伟，快把武器发给大家。是。杨梅生，哎，你不是会打猎吗？是。
是，把这几颗手榴弹做上机关。好，小宝，跟我来。 你可别贪偏工啊！你只穿了一边绳子。小宝干的不错啊，这个孩子他原来是个孤儿，没想到这两天长大了。好，以后就在游击队好好干吧。是。哎，好了，大家跟上，撤退。看来应该是把他们甩开了。 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装备啊！喝点水吧。啊，没了，没事儿。拿上水，桌子给我，快桌子给我。 下车，不行！大家下车，不行！敌人的主力在山下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李队长，不能再犹豫了。我们人太多了，目标太大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各自突围，等突出去之后再集合。单枪匹马，万一有情况，很难应付。这样，咱们各带一队人，我走乱石岗。你多带点人，不用了，这一带的地形我比你们都熟悉。记住，冲出去的。 我会一个一个的找到你们，冲不出去的，将来我一定会找到你们。你们争取都要给我活着出去。记住，谁也不能当叛徒。走，团座，他们已经进入乱石岗了。 走在最前面那个是李真吧？不过团座，李真这个女人可实在不好对付啊。嗯。李委员长。 前面没路了，我知道。来吧，同志们，过来，咱们开个会。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，很熟悉。李队长他们走的那条路好走一些。这条路，用当地人的话说。 是条绝路，敌人的数量是我们的很多倍，武器也远远好过我们。要想全部都突围出去，是不可能的。我把大家带到这里，就是为了引开敌人，来确保李队长他们能突围成功。今天，我们平留游击队遭到了血洗。 但是在浏阳，还有我们的领导和战友们，在等着我们会师的消息，所以必须有人出去，能及时的通知他们。也就是说，
要用我们的死来换取他们的生。如果谁不想留下来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雷营长，要不我们掩护你离开，游击队不能没有你。是啊，要不我们掩护你离开。是啊，我们掩护你离开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我不会丢下你们的。生死面前最考验人，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死，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和劳苦大众能更好的活着。没有不流血的革命，所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们要更加坚决地跟敌人斗争到底。我们不怕死，我们听你的。好，我们先利用地形跟敌人耗，只要坚持住，坚持下去，我们就有希望。春梅，去前面看看，有没有野果，给大家采点回来。嗯，好，咱们走。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，保持体力。队长，是赵强他们。太深了，还没等往下看，腿脚就发麻了。砍些藤条试试，万一脚能发现藏身的山洞呢？您不是说这是绝路吗？我想，革命者的眼中没有绝路。我们这些人本身也是被逼上绝路的。革命的成功，就是从不放弃希望开始的。队长，蛋娃子，你可真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我可就剪了。嗯，剪。姐妹们，我们剪掉了八八头，就是跟过去告别了。这是革命的第一步。有人说，当牛做马，挨打受骂是我们女人的命，我们不能认这个命，不能信这个命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
你叫蛋娃子？嗯。我给你改个名吧。嗯。把蛋娃子改成李真。希望你对革命忠贞不二，一心跟着中国共产党。李真。对，李真。刘连长，刘连长，敌人来了！快，跟我来！把绳子拴上。牺牲了，敌人已经上来了，打不打？别急，等他们上来再打，这样咱们能节省点子弹。打！别打了，我是张伟。别打了。是张伟，李真同志。张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李队长让我回来的。他怎么样？他还活着，他怕你有危险，让我回来保护你。你赶快回去告诉他，一定要想办法拖出去。敌人的大部队开始向这边集中了，已经把这儿围死了。天快黑了，等天黑了再想办法。好。张伟，想办法去弄点武器和子弹。是。带着这个，快去，小心点。哎。
地方隐蔽，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，不敢乱动。撤！好。李正同志，就剩下咱们九个人了。九个。昨天晚上又牺牲了三个人。 怎么他妈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他们不会飞出去吧？啊！您的人把这祖师衙围得像铁桶一样。哎，你说这共产党游击队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呀？嗨，执迷不悟。那你呢？ 我算是弃暗投明吧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你就是个叛徒。是。对于党国来说，你算是弃暗投明吧。不过你现在应该是戴罪立功。 跑了！追！别让那个叛徒跑了！
是在做你的娘吧。 山那边传来捷报，游击队的主力都让我们给消灭了。真的？抓住了七个顽固分子，其余的都让我给解决了。李世雄呢？李世雄跑了。混蛋！其他的枪毙，都毙了。头跑了要几个喽啰有什么用？枪毙！是，把他们都给我拖走了。站！李世雄。 听着，你们平陵游击队大部分我们歼灭了，李世雄被我们活捉，已经投降了。李仁，你要是还想活命，保全你战友的安全，就赶紧投降。我佩服你是个女中豪杰啊，很想跟你留条活路，但也不要太为难我。别信他的鬼话。 李队长不可能被活捉，更不可能投降。我们是为了革命，为了信仰，才坚持到今天。如果贪生怕死，就不用走这条路了。李振同志，我们快没子弹了。没有子弹，我们还有大刀，还有石头。只要有最后一口气。 我们就要跟敌人战斗到底，绝不投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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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不投
就是李真吧，我就是，你来的正好。
我正要拿你的脑袋祭奠我的弟兄们呢！我的脑袋就在此地，有本事过来取吧！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杀！是，我要开枪。他们没子弹了，抓活的。 别做傻事！你就算杀光了我们游击队，也杀不光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。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。李振，我非常钦佩你，其实我们都一样，可谓是有理想、有抱负，但是人生关键的几步要走好。我们不一样，你在替那些狗官卖命。 欺压百姓无恶不作，我们走不到一起。我们也不会奢望你们会放下屠刀。我们死了，那些受压迫的人还会革命你们的命。革命？就你们这些泥腿子，就靠你们手中这些长矛大刀，你们不会有出路的。李真，我知道你还怀有身孕。 你不替你自己想想，难道你不替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吗？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活。 活着，太好了！多亏了这些树，扶我起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
有活着的同志吗？还有我，石头，石头，啊，慢点，哎，快坐下。啊，你这是？是你。